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限定联名。Hello，Hello，好紧张。你更喜欢你的哪边脸？我都没有这个烦恼，都好看。对，那胡夏，你暗恋的人是左脸好看，右脸好看？360度无死角。你这一次可不可以把我从黑名单里拉回来了吗？过敏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没结束。你是知道环节是吗？当然，你看看台本吧。我感觉他们很配。这俩真。磕拉了我，这次同意的举手。什么事啊？我也没听着，我就先举手了。